啊，我们现在终于出发了，然后，哎呀，拍到了一个路人。12:30。啊，我们现在终于要出发了，然后我们要去弄那个。今天是要赶去北京，大家可能都以为我们出门的时候，就是应该挺好玩、挺轻松的。事实上，请看我们的车内，一个行李。两个行李，三个行李，四个行李，在夹缝中生存的柴犬，然后五个柴犬，六个哈哈，七个陈立，八个小 B， 哇，后面都是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身上还抱着我们演出要用的鼓，我身上也全都是东西，6666666，走。你们没有发现还少了几个人吗？他们坐另外一辆车，他们的情况跟我们应该差不多。没错，他们的箱子，估计和我们这里也差不多。好惨哦！你看呆逼的手，给个特写，必须得扶着，那个对呀、啊，不然他就会砸到我们的脑袋。就是的，脑袋。然后这辆车就这么走了，就剩下一堆人。2017年3月，我们在北京参加了第一场校园巡演。这样的校园巡演是我们 SING 的第一次校园巡演，是我们很开心很激动，学到了很多，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协作性也比以前好很多了。这个大概是我觉得最棒的地方。然后我旁边坐了一个小胖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他要坐我旁边，干什么呀？对，他就坐在我旁边，然后老师走到旁边说，喂，是不是又是你偷吃啊？老师，我没有，没有，我偷吃了。我当时看着说，哎，不行，不能让老师发现是我的，我就把那个披萨，把它慢慢踹到他脚下，然后老师说，你看那底下的披萨，还说不是你的啊，是不是你的？老师我没有啊，就是你的，好了，然后他就被老师带走了。这趟北京的行程中难得有一个休息日，可以让我们忙里偷闲出来玩。今天大家都好美哦。什么？我们都很素的时装，都没怎么化妆，好看一点。所以我们刚下来眼线都没有。对啊，本来这个就开始好大，而且这个又好冰啊。我还以为这是果汁来的。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是什么地方。啰嗦，告诉你们，但是广州也有一家店。算了，不要打广告，不要打广告。今天不知道谁说很冷，然后呢，昨天晚上我就把那个羽绒服放进去嘛，后来呢，我还是没有拿，幸亏没有拿。你看我现在这样，刚刚好，冷死。那为什么我穿的这么厚，一脸懵？他在说谎不是说好来北京有通告的吗？怎么就开始喝东西了呢？难道你没喝吗？我没喝，我真没喝。为什么过来了？那你来干嘛？那你没有跑通告？我是过来把你拍美美的。哈哈，你觉得你最好看的地方在哪？眼睛是吗？你把眼睛摆出一个最美的状态，给你来个特写。3、2、1，呜、哦！啊、对不起，撞到头了。我的眼睛是很贵的，我跟你说。不好意思啊，重新来一次啊！来来，我们眼睛来一次特写，来3、2、1，好，对焦，虚了吗？对焦，对焦，对焦，他在对焦。哎呦哎呀，好美啊！虚了，你还美不虚了呢？然后，小 V 呢？怎么觉得你最好看的是哪？我知道是头顶上那个小包包。我也觉得是我的眼睛哎，撞到了我。真的吗？对不起。不是撞你头顶了吗？不是撞到你眼睛。就是整个一直在笑，因为小 V 对不起。我知道，我觉得小 V 今天最好看的是他头发上那个小包包，这里。
对对对，厕所为什么？请不要照到他的头皮。你为什么？我没有头皮屑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，问你问你，觉得你最好看的在哪？我最好看的地方在我的耳环，你看什么？那不是你，小心不要照到，超好看。哦，好看好看，哎呀，真无语。Sorry. 大杨呢？哎呀，我去！今天最美的是这件衣服的环，个人感觉很 fashion。你说吧，你们两个不认真说，是不是怕我打到你们？害怕。他说哪里美，打到。哎哎，妹子们，刚刚被搭讪了哎！刚刚被搭讪了哎！我硬了也是搭讪了，你们都已经聊了那么久。这两个是在认真挑选我们接下来去哪吃饭的少女。这里有一位忙活了大半天，始终没有一个出镜镜头，非常苦恼的秦老师，正在疯狂的吃。你在吃什么？虾片。虾片呢？哪儿拿的？所以那边是不是也有几个成员？完了，我觉得我拍的这次又全部都是鼻孔，情虾片。嗯，先递上去，外卖，外卖。啊啊，是吗？不吃，我吃了。哎哎，你好，请问两个人都拿号码来的，还是从二楼？来这边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菜梅乐小七。下一个。我们就做一个好吃的表情，看到底能好吃到什么程度。谁先来？那边已经有一个在吃的了。你先摆在他的表情。还有谁？还没吃。我就直接对着你了，然后你。他好冷漠的好吃。还有吗？我包好了，包好了。哇！浮夸。你好，帮我拿点这个烤鸭点点吃饭啊。嘿嘿。小瑶瑶。没事啊，你快快点啊！你们吃完了，我就可以吃了。这烤鸭卷饼示范，我也要吃了。嗯，你俩一起吃吧，正好都在镜头里头。神经病，神经病啊！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来，
以上就是鱼酱的第一次工作日志，接下来 SING 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，请期待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拥有四棵椰子树的掌声的你们要想喝椰子吃椰肉就来找我哦。